嗨，各位朋友哈，有没有看到宜兰故事馆字体是黑色的，比较看不清楚哦。但是后方的空间哦，那后方这里就有一家那个，有没有看到招牌？哦，爱法餐厅哈，哦，法国的法哈，你看，就它的门面了哈，有没有？然后一个小小的绿化空间哦，重点就是它是用法式料理在处理的那个，然后运用我们宜兰的南洋在地食材哈，来做这个料理哦。那这个里面的经营者老板 David 啊，也是好朋友哦啊哦。然后你看这有美女哦，可以看哈哦，这样子你可以先翻阅一下哦。它这里可以有套餐，也有那个合菜啊，哦，看你是要什么样的吃法，这里都可以来走一走看一看哈。哦，它有写哈，近代外食，还有宠物哦，这两样不行，其他都有哈，哦。有很贴心哦。好，营业时间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哈，哦。其实这里可以 Google 哦，然后它还有那个国民旅游卡履约商店，这里国民旅游卡可以使用哦。好，就走进去了哦，小心夹到手。还有写说用转的，你看有没有？小心夹到手哈，哦。好，进来了。噔噔噔噔，哇，好棒的空间哦！你看，嘿，你好，有没有？这空间很棒哦。哦，哎呦，你看，你看看，他是谁？他是宋顺亨执行长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这个环境很不错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布置的很温馨。用餐的，啊，这里也有那个法国的名厨进驻，担任主厨，啊，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桌椅有没有？配色很欣赏，这个当初帮他设计的这个设计师嘛，配色配得不错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个配色，哦，环境很好。哦，小姐在亲自的整理哈料理哈，你看，赞赞赞。哦，这个用餐的环境很好，你看还小酒布置，这个我喜欢，这样感觉很好。哦，赞赞赞赞。好，我要进去用餐了。哦，什么餐呢？等一下我用拍照的。好，谢谢。